谁？一人拉两队，八十一级的萧公，武器拿的九十级精三弓杖，更又佩戴的两世机，灵命的天赋883，486的精通奥破鬼才玩法，35105的双帽，82级的叶兰拿的90级精三疾风猎弓，更又佩戴的2000眼两沉沦，两命的叶兰64112，哎呀厉害！81级的钟离，51000的血，武器拿的黑鹰枪，更又佩戴的4000眼，81级的纳西达拿的90级精一流浪乐章，更又佩戴的没有强化的自身灵，并作灵命的天赋166，303的精通双帽15112，82级的神力灵华拿的90级精武天赋银打刀，然后四冰套攻击杯98的天赋，面板是这样，当那随便带武器拿的1级定武草龙应接盘九级大招，猫猫带的1级距离弓，圣遗物拉万叶拿的90级精一铁锋刺，圣遗物佩戴的四封套灵命的天赋757，486的精通，万叶的精通带低，我真服了，怎么玩的呀？玩还有伤害吗？什么伤害？我打错了吗？怎么可能13000的伤害呢？这万叶精通太少了，万叶就300多精通，他带的攻击杯吗？那怎么打呀，老板呢？六颗星得了。OK 不 OK？ 好笑不好笑？怎么打呀？这个纯粹就不练呢你。这神里的伤害真的太寒碜了，下半场伤害也不高。行，下半场这个精通流有些超乎意料，兄弟们，一波打掉半血，叶兰，妈不是吹的呀。得看叶兰呢，没有两命的叶兰，他这个号不好打。来这个，来攻击的，这大招，减一，神里流，吸你太美，22000了，加了个攻击，但是这不是第三层的伤害，因为我要了一个40攻击，那个攻击是不到下一层的，下一层是没有的，所以这不是我最终的伤害。明白了吗？下半场时间差不多，应该能满下半场。老健康吧，给盾，给一，再给一，来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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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不了，不可能。好，又来攻击的了，你看老板运气好，最致命的充能啊，猫猫带的是什么呀？是祭礼啊，没问题啊，这祭礼到现在都没触发，一次没触发过，来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叶兰的强度，兄弟们，这就是叶天后，你看这叶天后这大的伤害，我扎死你们，来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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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过了，我就问你们还有谁，还有谁一人拉两队，谁能一人拉两队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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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一个叶兰呢解决两队啊，牛掰。